爹，我来将你们冲散。你爸爸在心胸口伫内面待了九岁，竟然还敢吃？只要我的时阵啊，才搞我当作是亲人。唔免求见，唔成见。只要你愿意跟阮爸，你就是一个跟阮爸的人。董事，你鬼挂世啊，谁来谁去，总算是个谁都没避风险过。为什么开心？我是陈太太哦。三立台湾台天道健康三 D 红曲加个双小弟，已经无存在啊！这有啥物好惊的？你莫跟我一直跳，只猫拜托你较清醒的好不好？不，那是鬼在抽屉内，你到底是安怎啦？因为香港回来了，都变一个款的。我今仔做主啊，我绝对袂放你爽。又过来啊！这是怎的过来？这黑户耐叮当。三立台湾台天道健康三 D 红曲加个双小弟，一个是阮爸认的客查某囝，另外一个是爱被过门的新妇呢。恁谁拢无资格替阮爸签同意书呢？你先结婚哪里？今嘛只要你愿意点头嫁给阮干爹，那呢你就是阮干爹合法的嫁后啊。说来说去，我经历安尼侪风风雨雨，总算是个生得来避风险了。哎呀，听恁规工安尼吵来吵去哦。我这真正挡袂掉咧，我要出来啦！到底是发生代志啦？来检查真久，扫袂着左闯的痕迹，这个标识啊已经漏体啊。什么五柳鸡啊？五柳鸡是阿公上爱食，阿姨上好煮的手露菜呢。啊，恁也唔知影？这都哪会变到安尼啊？阿姨为香港回来了，都变一个款呢。白英，我绝对袂放你耍。就如其伊迄后母哦，佮对伊狗狗滴啊，看伊过来遮尔辛苦，发生甚物代志，拢无法度替伊做。虽然我无法度卡着人，我得讲，我会当伫个这渔夫电话下哩。哎，这渔夫奈叮当。妈，妈来抓我！妈来抓我！妈来抓我！哪有真心？爱讲坦白，若要受伤，莫讲遐多。虽然受伤，虽然患病，无需要拖沙，好时间证明一切。一段点点讲的话，轻轻放无声无。但无好天的心情，无你无妹，请你讲出真心话，请你讲出真心话，莫阁予我猜忌。一段点点讲的话，轻轻放无声无碎。但无好天的心情，无你无妹。请你讲出真心话，请你讲出真心话，莫阁予我猜忌。